怎么关机啊？糟了糟了，这怎么办啊？开手机啊！温雪，你不愧是本台的镇台之宝，一个人能做好这么多工作。谢谢总编。其实这并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，主要还靠大家一起的努力。其实这两天我生病，工作都不是我做的，感谢大家做了一份这么优秀的企划。安静。现在在开会，不是在开同乐会。总编，我有个疑问。什么疑问？我怀疑你在把温雪当枪使。何以见得？你用她来刺激大家，逼着大家向她看齐。这有什么不好吗？她在办公室很受排挤，这段日子她过得很辛苦。他要想成为国内最好的栏目制作人，就必须承受这样的压力。这样的压力能让他最快的成长起来，让他尽快的发现自己的缺点，从而成熟起来。可是她是个女孩子，这种成长方式你觉得恰当吗？恰当与否，任何人都不能轻易做出结论，你也不行。总编，我觉得你自相矛盾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在这里，你批评他过于认真，还让我说出栏目的灵魂在于团队。在我看来，你完全让他走反方向。你错了。从他今天的表现看来，我觉得他已经意识到了团队的价值，意识到了其他人的能力。坦白地说，温雪是我未来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之一。另一个是谁？老戴。错了，是你。我？来来，吃水果。今天聚集了大量的群众，是因为开发商无证交房欺骗了他们。喂！华仔，我们要看新闻呢。啊，正好正好，我要看大秀。对，服装秀好啊，你是该看，训练一下你的品味。糟透了。哎，华仔，刚刚那个新闻画面好像你们公司，哎，怎么那么多人啊？那个我们那五证下来了啊，所以来抢房的人特别多，显得太热闹了里面。华仔，自己涨多少了？30%左右吧。真的啊？在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、你要不要吃一个苹果？不用了，我就是这两天卖房子卖得太累了。哎，我去开门。哦，非凡，华仔啊，我找红果。啊，红果，非凡来找你了。进来坐会儿。好。你找我？那你们先聊。怎么了？我有点工作上的事儿想找你商量，有空吗？有啊有啊，在哪商量？要不去我那儿吧。好啊。却不全继续那年。
有的怀疑不得不分离。那年的我们把爱情想得太困难，结局过不了关。后来才明白，谁在天涯尽为断。如果爱可以简单，留回几生几世。是吗？我找红果。我们菜鸟，我找红果。红果，我在忙，等你就回去。不行，有急事，大家都在等你。红果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，那明天公司见。嗯，再见。拜拜。晚安。干嘛那么紧张啊？不是啊，第一次要把我想法讲那么多人听，当然会紧张啊。是我讲，又不是你讲。也对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仅要把你的想法讲给他们听，我还要让他付诸实施。等我的好消息。嗯，悄悄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开始开会，大家都有了吧？好了。各位，今天把大家找来，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个我的企划案。这次呢，我想举办一个能够整合整个香榭集团内部资源的活动 ——Femina Girl 大赛。请容我打断，菲米娜 Girl 大赛不是什么新鲜词儿，我们集团内的每本杂志几乎都举办过同类的比赛。恕我说一句啊，老梗了。Chris 说的是事实，我们爱乐杂志几乎每期都在举办类似的活动，像 Beauty Star、 每月之星、风尚票选，有时候我们还跟广告部联合举办美肌、发型、彩妆各种类型的选秀。若是为了这个事儿，没必要召集大家开会吧，我们广告部的业务量很大的，没有时间浪费在开会上。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，静一静，能不能听助理出版人把话说完，我们再发表意见，好吗？我的企划案的确是个老梗，可是老梗也有新的玩法。香榭之前举办的活动都是每本杂志各办各的，而且平台比较单一，主要是依靠平面杂志，最多就是利用手机和网络的票选，以及结合 T 台的走秀。可是这次我的想法不一样，我是想把平面、网络、手机、电视台、电台以及服装的各个品牌都整合在一起，充分地利用香榭集团在摩登潮流业的丰富资源。现在大家开始对助理出版人提出的企划案发表意见。纸上谈兵，太不现实了。概念虽好，但执行起来会有很多问题。香榭旗下各杂志向来独立运作，整合起来不容易。是的，执行起来确实是很有难度，但是我们可以试一下。现在开始表决，赞同本提案的请举手。显然不赞成的成大多数，很遗憾，提案没有通过。散会，开始工作。怎么样？
是不是计划不够好？不然我们再讨论看看。这里剪头，啊，第二部分我帮我走三秒，请进。林杰，总编特别交代要定的新闻，听说有不少人受害。什么事？糟了！怎么糟了？我打电话给沈强。喂。这个公司专门谎称有地开发盖楼，其实根本就是五证俱无的骗局。他们用低于市价两成的价格贩卖，吸引民众下定预购，还大力鼓吹说只要五证一下，房价立刻翻倍。很多人就是听他们鼓吹这种增值性，还向亲戚朋友借钱来买。那些员工更可怜，听说昨天有一个人来上班，就被来要钱的民众打头破血流。喂，喂，王仔，在哪？还好吧？啊，林杰啊，我很好，我很好，我现在在外面要见个客户去。啊，哎，你不知道，我最近楼卖的太好了，太忙了啊，我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啊，哦，好好好，你自己保重。哎，再忙要记得吃饭，好吗？好好好，一定一定，你也多保重啊。好好，哎哎哎哎。他怎么说？他说在外面没事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也放心了。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？今天说话有一搭没一搭，阴阳怪气的。你身体好像还没好吧？好好回去休息。这条新闻我跟沈强会跟的。我怎么可能不管工作啊？哎，哎，你俩去哪儿？五证不全的房子你们也敢买，真是一点常识都没有。其实大家只是好意，想要帮华仔冲业绩嘛。喂喂，我听我朋友说那个房子有问题。没错，是有问题，你听到都是真的，是诈骗。那个公司早就人去楼空了。你们早就知道了？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？我的钱，我们也是今天才知道，现在正在想办法。那想到办法没有啊？钱能不能拿回来啊？啊！就算把人追到，钱也很难追回来了。那怎么办？不行，我要找华仔把钱拿回来。华仔，华仔，华仔！华仔人呢？华仔人呢？怎么办？华仔会不会想不开啊？我看那个死胖子根本就是跑了，丢了这么大一笔钱，他哪敢回来呀？莎莎，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华仔吧？不会他怪谁啊？啊！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我不会买房子嘛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房子是你自己要买的吧？那他至少是个亲手人呢。我们只能找他要钱，如果他不把钱给我的话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。外边有人，会不会是华仔？哎，坐。哎，
我们兵分三路，你往那吧。好，我往那。怎么？你也觉得我说的不对啊？你说的是不对。其实你也知道，华仔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好。别想那么多了，事情还不至于那样。你当然说的容易了，又不是你的钱被骗了。血不流泪，你这样不像我兄弟啊！不是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沈强，对不起莎莎。你哪里对不起我们了？房子，房子是假的，钱全没了。骗我们的是开发商，你也是受害者。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才，如果没有我你们，你并没有骗我们，我们一点都不怪你。嗯，别哭了。我听莎莎说了，对，我是经手人，我应该负责，我负责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喂，是兄弟的不要说抱歉，听见没有？仔，不要难过了，我们都会支持你的。怎么办啊？仔一直哭哎。算了，哭过也好。华仔这两天心里肯定挺痛苦的，让他发泄一下吧。我不哭了，我要去找莎莎，我当面向他道歉。莎莎，开门呢，我是华仔。我来吧，我自己来。什么事啊？莎莎，你的钱我会还给你的。你怎么还？可以再去找几个工作。等你挣到钱都什么时候了？那些钱也是我找别人借的，也着急还。不然这样，我先帮他还。不过我现在手头有点紧，我再按月给你。不，林姐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能处理。顶多少月两次会，没事的。那怎么行呢？我还要还你钱呢，怎么会让你替我还钱？别还我钱，不是你的错。我的钱也不用还了。我自己能想办法。等我把衣服的钱还完，我也可以帮忙。不行，不能这样的，
我已经对不起大家了，我不能再连累你们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钱还给你们的。对，莎莎，我真的没想到会伤害到你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出了件大事，你还记得上回我和你说要买房的事吗？我和孤儿院的朋友借了些钱，本以为能赚一点，可是没想到。妈，哎，上次你说请的要给弟弟请的那个钢琴老师请吗？怎么还不请啊？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挣钱很容易的，每天上台走一圈，这钱就下来了。而且呀，最近有好多的剧组要找我去演戏呢，如果火了呀，一集我就能挣好几万。对对，弟弟明天一定能考上音乐大学，咱们的希望就都在他身上。学费你不用操心，根本就没有问题的。对。要不我明天再给你寄点回去吧。他那么好的音乐天赋，要是没有好好发展的话，我后悔一辈子的。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哎，好了，那我挂了，拜拜。晶晶啊，我是你莎莎姐啦，这么久也不打电话联系一下啊，讨厌！哎呀，对对对，做生意啊可比走秀有钱多多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就是吧，那个，最近你莎莎姐我呀，手头有点紧，有点不方便，想找你周转一下。啊，没事，哎呀，没关系了，没关系了，哎，拜拜。哎哎，你看，哈哈哈哈哈，这什么？预付了房租啊。这个月台里给了我一些奖金，我也用不着，干脆先给你，省得听你天天啰啰嗦嗦。喂，你到时候后悔了，别找我要利息啊。你别找我要保管费就好。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你铺床，哎，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你那么大方。你说什么？我吧，再说把钱还给我，都已经到我手上了，你还想拿还钱？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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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红果，吃早餐吗？瑞雪、莎莎，你们吃早餐吗？沈强，还吃早餐吗？嗯，大家怎么都出去了？兄弟，我现在有条重大的新闻要追，这几天不回家吃饭了。P.S. 温雪和沈强也一样，啊。华仔，我最近工作比较多，每天都要忙到很晚，所以不用帮我准备晚餐了。我要减肥，以后都不吃晚饭了。怎么这么巧，大家都不回来吃晚饭了？是不是嫌我手艺退步了？哎，刘先生，在那里，今儿怎么有空过来了？啊，那个我是，是不是想换新车呀？不是，我们这儿新到一批好车，我给您介绍一下。不用，张经理是这样，我这次来呢，我是想把我这车卖还给你们。买定离手，恕不退换。怎么能这样呢？我这车从您这买的，我卖还给你们不很正常吗？您要是觉得亏的话，这样，要不，我八折，我们卖还你们。七折也行，反正我现在你甭说七折了，五折都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实话啊，你这车都撞过两回了，你这给我退回来，我就卖不出去了。不，这车撞两回了？不是您卖我车的时候，您没跟我说过这事儿啊？不是，你当时你也没问呢。不是，那不好意思，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忙我的去。不，张经理，你听我说，不是张经理，我。这撞两回了，我怎么看不出来呢？我都看不出来呢。哎，又是泡面啊，红果，我看你啊都快变成泡面美少女了。没办法啊，谁叫我欠那么多钱？你在减肥呀？别减了，这么瘦，再减下去穿衣服就更难看了。不是啦，我留那一半是要给晚餐的，这是中餐。红果，我今天菜带多了，吃不完，你要不要吃一点？哦，好可爱哦！你在哪买的？我自己做的。哦，你好厉害哦！我问你们啊，我们公司可以预支工资吗？你这么缺钱吗？要不以后我每天帮你带盒饭吧。不是，我最近有个朋友出了点麻烦。你猜他上班多久就想借工资？依我看行不通。是啊，在我的信息库里可搜索不到任何借工资的资料哦。衣服的钱还没赔完，说到底你还欠公司的钱，公司怎么可能再借钱给你？嗯。我不止欠公司钱，我还欠非凡。他帮我垫了钱，这样我要怎么样才帮得了华仔啊？笑话，一个律师毫无经验，哎，居然还狂妄的想办这么超大型的比赛，他是不是以为自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，就是天之骄子，无所不能啊？不能这么说，非凡虽然不懂我们摩登潮流界的这个游戏规则。但是他不笨，非常聪明，绝不能小看他。再怎么聪明，也不能无中生有。想要整合我们整个集团上上下下这么多的部门，他还得熬他个数十年。等胡子白了，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人愿意听他的吧。哎，徐总，我有一点不明白，这董事长不是把菲米娜交给谢非凡，要他去完成那天文数字的销售量吗？他为什么不管好费米娜就好，还要跨部门搞这么大的事情呢？这对他有什么好处？该不会他的目标已经改变，不再想当公运律师，认为香榭集团领导这位置对他有吸引力？请进。
你们觉得整个集团没有办法一起来协作搞这个活动，我就让菲米娜自己来做，这总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了吧？嗯，当然。既然你们都有疑虑，我就做一次给你们看。我的目标没有改变，我还是想做一名公益律师。香榭集团领导的位置对我没有吸引力，我更喜欢接受挑战。温雪，晚上我们要去联谊，一律清一色的律师和医生，要不要一起去？叫人家干嘛？叫也白叫，人家是工作狂，能去吗？的确，我没什么兴趣。温雪，不要对男人有敌意，不然会嫁不出去哦。找你们费心了，温雪条件好，不用联谊就很多人追了。楼下动画组的男同事已经在打听他，还有新闻部的男同事也一直跟我要你的电话。刘洋约过他好多次了。说真的，动画组的同事要我约你。你说这是正经话？君子好逑，哪里不正经？而且他们还不知道你很难搞。我哪里难搞了？先生，请问你找哪位？你好，我约了你们秦总，这是我的名片。麻烦您稍坐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关于这种音乐版权侵权的事情，其他方面我都安排好了。但其中吧，有几首歌它需要词曲作者和演唱者的签字。签字那么困难吗？是这样的，它这个词曲作者和演唱者吧，它都是。都是他？对。他当初没签版权协议吗？没有，谁也没想到他会离开公司，而且以他跟公司的关系。如果把这几首歌从起诉书中撤除，这官司还能不能打？打是可以打，但现在这几首歌在网络上非常红，我们起诉的侵权数据也主要产生于这几首歌。如果撤出来，这官司就没什么意义了。那你就把他找到。他不肯接电话。不肯就继续打，打到他接为止。是是是是。心里有个梦想。慢慢的膨胀，有蓝色海洋，青春飞扬，年少总爱耍痴狂，理想背景勇闯，城市不同于家，背起了行囊，脚丫踩着成长，未来在手上。他的手机一直打不通。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秦总？真是对不起，秦总现在还在开会，麻烦你再稍等一会儿。非凡，志成，好久不见了，从毕业以后咱们就不见了。是啊，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啊。哎，你一点都没变，现在在哪家事务所呢？我现在没在事务所，我在香榭呢。我真不识相，我不该问这种问题。哎，你将来肯定是要接管你爸的事业吧？这也难怪啊，那么大的集团公司可比我们这些小律师风光多了。你是不知道啊，现在当律师啊，竞争压力特别大。来，我赶着开会，这
这是我名片，上面有我电话。好，再联络。你先忙。其实我更想做一个公益律师。谢董，夫人，你们好。你好，来来，坐坐。谢谢。包台长出国还没有回来，所以他让我代替他过来，问问二位有什么吩咐。没，吩咐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就是协商。冒昧问一句啊，二位为什么戴着墨镜，神神秘秘的，是怕人认出来吗？让你见笑了，主要是不想让我儿子发现我们在国内。哦，那今天的议题是啊，那我就直说吧。最近相信集团想和向阳卫视一起做一台节目，我想请台长帮忙推动一下这案子。这个没有问题，相信集团和向阳卫视的合作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哦，这回不一样，这回是我儿子负责。哦，您是怕年轻人没有经验办不成事儿吗？那倒不是，我儿子还挺有本事的，我对他有信心。我也听说谢公子把菲米娜办得非常的好。嗯，业内人士都说将门无犬子，谢公子不愧是谢董的儿子。那是过奖了，他要真有那么大本事，我还真就不那么操心了。那您的顾虑究竟是？那当然还是顾虑他历练不够，对摩登潮流产业的理解不深嘛。有您的帮助，这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吗？哎，我还真不能明着帮助他。你知道这个年轻人，他又是中间的主要角色，比我还爱面子，脸皮薄，不喜欢老人插手啊。我明白了，嗯，不要让他知道是您在背后推了他一把。哎，对，你免伤了年轻人的自尊。是。麻烦您。很抱歉，请您再坐一会儿。抱歉，我们秦总还在开会，可能有些突发状况导致会议延迟了。没关系，麻烦你告诉秦总，会议取消了。文雪，文雪，跟着我干嘛？你不回家吃饭，你也要找地方吃饭呢。嗯？我问你，嗯，你是不是真的要给我介绍男朋友？当然，不可能，我都还没跟你约过会，我怎么可能把你介绍给别人？我真的不懂，你在人生最美好的季节竟然不谈场恋爱，你不觉得很可惜吗？关你什么事？当然关我的事了，我排队排那么久都还没约到你。慢慢排着吧，我先走了。这个花心大萝卜肯定又在约哪个女孩子。求求你跟我约会吧。